bridge. Bronya还记得和希尔的相遇是在冬天。Bronya一定会找到你的，希尔。Bronya一定不会辜负瓦尔特的意志。 今日任务已完成， Bronya 建议舰长按时下班。Bronya 姐姐，希尔又想出去玩了吗？嗯，我们明天去哪里玩呢？ Sealed. 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。嗨，老板你来啦！艾酱等你好久了。我所有最美好的记忆都在这里，在我的心中。轮到我了。 动手吧，还是脚踏实地更令人安心。老板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来，咱聊聊天嘛。 轮到我了，太刀！审判的时刻到了，青岩，拔剑。 这么弱的敌人，怎么可能赢得了我呢？还是脚踏实地更令人安心，绝不放过一个敌人。出现了这些东西，艾江都客气的收下了。
想知道牙医的事？嗯，你很有想法嘛。她可是修伯利安上最善解人意的女孩，而且我可喜欢她做的料理了。什么？你问 AI 为什么要吃饭？哎，太过分了！你这是歧视 AI， 我抗议。臣服于我。雷鸣将至，一刀了断。你想了解布罗尼亚的事？传言他曾是逆商的成员，所以有些人不太信任他。但我可不介意，我们不就在和逆商合作吗？我更在意一些别的事。布罗尼亚冷静、理智，擅长黑科技，还是个游戏高手，这不是和我的属性重叠了吗？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发呀？来点火花怎么样？这些东西，爱将就不客气的收下了。你问我对提安娜的看法？哎，别提了，那家伙总给我捣乱。又莽撞又贪吃，还不听别人说话。不过如果他不在的话，我还挺不习惯的。轮到我了。开始行动，以此烈火斩无不动。轮到我了，没意见吧？审判的时刻到了。现在是提安娜时间。热身时间到了，往后的路我会和大家一起走下去，所以不用担心我了。谢谢老板。也有人沿着这条路不见了。今天的老板也是容光焕发呢。开始行动，马上解决。怒吼吧，巨力伽罗！出现了，雷鸣将至，一刀了断。
Thank you.
不会再重蹈覆辙。如你所愿，凡事皆有定期，请允许我为您定罪。迷途的旅人啊，我来为您断绝万念。命运早已投下阴影，我也只是亦步亦趋。我不会再重蹈覆辙，如你所愿。凡事皆有定期，请允许我为您定罪。谛听你结局的余音，于此消逝。沉静吧，祈祷为时已晚。裁决的微光已然降下，请将身心交付于我。谛听你结局的余音，于此消逝。在步入歧途之前，您仍有机会幡然悔悟。迷途的旅人啊，我来为您。命运早已投下阴影，我也只是亦步亦趋。
闪雷鸣之刻。雷鸣将至，狂风，臣服于我。一刀，了断。让雷鸣抵挡所有的罪孽。闪雷鸣之刻，怒吼吧，巨力伽罗！无尽，生生不息，一刀了断。我已决定面对自己的命运。
感受到这炽热的怒火了吗？就在这憨敖的炙烤中燃烧殆尽，灭于无形吧！的弱小和愚蠢痛哭吧，后悔初心并阻挡在我的面前吧。千劫。什么人擅自闯进我的厨房，不要命了？这是千劫，黄金庭院的管家。真的是管家，似乎从事着厨师和甜点师的副业，被业界人士尊称为千师傅。
后不会再重蹈覆辙。静候多时，凡事皆有定期，请允许我为您定罪。于痛苦中洗礼心智，醒觉吧。命运早已投下阴影，我也只是亦步亦趋。
的一样，艾丽姐，好厉害啊！哎，艾娃，你看，咱们都变成屏幕里的角色了，好有意思呀！虽然还是不习惯镜头前的自己。哎呀，你这是害羞了？哎，别担心，你的演技很自然啦。是吗？我只是想象了一下，处于那种情况下自己会做出的真实反应。但你说的没错，无论是运镜还是布景，这都像是在拍摄一部真正的电影，不得不佩服艾莉西亚的行动力。接下来情节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？真是太让人期待了。是啊，每个人的演出台本上都只写了自己角色的台词和情节，大家的演出串联起来后究竟会变成怎样一个故事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你看到没有？没想到凯文还挺有喜剧天赋，不错，有被笑到。啊，知道负责剧本的人是艾莉西亚后，我就猜到会这样了。好，听起来你的剧本里也有类似的爆笑场面，给我讲讲，乐一下呗。千姐，你是不是忘记自己也快登场了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在下一个章节。哼，别跟我提这个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的角色好像也非常有意思呢。多嘴。好吧，我不提了，但我会好好期待一下的。任务完成了，布罗尼亚感觉离希尔又近了一些。啊，希尔，姐姐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，布罗尼亚不会忘记的。